ABL 多南亞職業籃球聯賽啊，香港東方啦，今季第一場嘅抓客賽事啊，咁啊挑戰呢一隊咧就係川理新積三，上屆嘅 SBL 冠軍啊，富邦勇士啊。咁啊，開波嘅初段啊，白衫嘅香港東方見到呢邊就見到奇哥啦，一個小小嘅擺手動作啦，呃咗對方，咁啊射咗個 long two 咧，揭開今場嘅序幕啊。開賽嘅初段啦，香港東方其實真係如狼似虎啊，同上一場喺自己主場咧有少少半日兩隊，尤其是準成嘅外頭，哇，好對板。係啊，咁啊呢場比賽嘅第一節啊嘛，基爾啦同埋 TJ Price 啊，咁啊呢兩個外援咧打得好好，咁啊再加埋咧就荷里菲特啊，咁啊對住咧曾文鼎啊，呢個波咧有少少一個半勾手啦，一度領先過咧就係10-4嘅。咁其實對方嘅富邦勇士咧都養居埋，因為琴晚先對完澳門黑熊，今日又要對住東方，但係佢哋嘅王牌球員 OJ Mill 真係 OK 嘅。係啊，咁啊 OJ 美澳咧就對住澳門黑熊嗰場波咧就3分波9射6中啊，但今日繼續保持好嘅水準啦。咁啊至於基爾咧方面咧都喺第一節有好嘅表現啊。好啦，曾文鼎高位做個搏腳，交過嚟林志傑。呢球波靚啊，林志傑揾個左手手踭壓住對手，跟住再右手擺攬，亦都要讚一讚曾文鼎避到啲波，因為今日其實曾文鼎咧。唔係話攞到好多分，射個頭三分波，但係不停為隊友鋪橋搭路。咁啊，第一節嘅中後段咧，兩隊咧大耍三分雨喎。呢邊咧就有奇哥李奇，跟住再有咧就 TJ 派斯啦。咁啊，其實佢第一節咧派斯攞11分嘅幫球隊。呢段時間第一節尾段，大家都大耍三分雨啦。個籃底嘅賴廷恩失咗個波唔緊要，但係呢邊又失翻俾佢喎，真係禮尚往來啊！好啦。賴廷恩俾翻呢邊 ，OJ Mill 都唔諗啦，一接波 catch and shoot。係啊，咁啊美澳咧第一節咧三分波啊4射3中啊嚇，咁啊其實東方嘅三分波都 OK 㗎，咁啊第一節咧8射6中，包括基爾呢個波啊，咁啊基爾咧第一節攞12分啊，咁啊打完第一節咧領先咧富邦勇士37-30，而家睇到第二節啦，呢個靚波嚟㗎 ，OJ 美澳一個高拋咧俾到咧就係印度姚明嘅布拿咧做個拆你屋啊，呢球波真係讚一讚啊，完全係靠個傳波走位跟住組合而入波。咁其實今日成場波啦，值得一讚。你話富邦勇士除咗質好之外咧，其實佢係成隊嘅 teamwork 真係打得好好，好肯傳波走位，做啲機會出嚟。不過都要靠下呢位仁兄啦，我都覺得係單天保至尊啊，就係佢啊，下列個歡迎嘅 OJ 美澳。咁啊，至於我哋東方方面咧，就只能夠靠住機遇去攞分啊。咁啊，其實富邦勇士最犀利係咩咧？因為連續兩堂back to back 嘅比賽啦，咁啊變咗呢場波咧會用咗幾多嘅替補球員上陣嘅。睇翻呢個波先，咁啊布拿咧輕鬆做個 block shot 咧，俾阿 OJ 美澳都輕鬆做個走攬啊！呢球波布拿直情帶埋 OJ 美澳上攬啦，放到好前啊！呢邊基爾失去平衡，嚟個180度嘅轉身，仲俾佢修正翻，射呢個中距離。咁啊，基爾半場咧就為球隊攞咗16分啊！好啦，布拿高位做個搏腳。跟住咧，幫隊友咧做一個單擋啊，咁啊好輕鬆啊，咁啊入波就係阿郭小傑，跟住呢邊咧亦都有一個快攻機會啊，又係佢啊，連消帶打啦，又係佢啊，九號郭小傑啊，佢今日呢場波都唔係就係講佢，成個後備力量咧，富邦真係比我哋香港強。係啊，咁啊第二節咧就富邦勇士打到個25-7嘅攻勢啦，半場領先55-44，睇到第三節嘅時候咧，基爾啊發威喎，咁啊單節攞16分啊。我都當時以為啊，基爾會唔會就係呢個時候挺起呢個攞分嘅責任啦？係啊，都係嘅。但係最慘就係對方嘅富邦勇士咧，頂住呢啲壓力嘅。當對方追近啲咩，我又拉翻開你，仲要利用一啲傳球啦，跟住加埋啲三分波。林志傑啊，野獸出場時間唔算太多，不過咧落到嚟咧個效率好高啊，有攞分有助攻。哦。呢邊雖然入啊，但係林志傑咧瀟灑地咧就單手咧就貼煙啊！呢個波真係讚佢，佢想做助攻，點知佢俾咗隊友射入，佢自己跟手埋去衝搶籃板，跟住再加埋加西亞見到內線，你咁虛弱，強攻內線啦！咁啊，其實去到呢段時間咧，就東方啊投籃命中率咧都不斷咁樣下降啊！去到呢就繼續都係俾翻佢啦，因為今日真係 on fire 啊，係啊 ，OJ 美澳啊，咁啊美澳咧更加今場啦，又再突破咗佢嘅三分紀錄啊，咁啊入咗7投3分波啊，呢球波幾關鍵㗎，就係 Uncle Choi 啊喺底線成場波都冇咩起個三分手，點知整個三分波即係棺材板上面就急粒釘。咁啊，基爾咧可以話係我哋香港東方咧就係最威水嘅球員啦，咁啊整場比賽咧係攞到咧就係37分啊。
亦都係全場得分最高嘅球員。O.J. 呢球去到尾段都冇收手啊，繼續射，繼續都係入嘅。嗯，咁啊，美澳咧攻入咗咧就係全隊最高嘅27分。最終呢一場比賽，咁啊，富邦勇士以102-89擊敗香港東方。